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中华南苗疆本港进行活动。3月24号早起，伫南苗疆管理林市场区建户甲各个来宾共同主持起驾祭奠了后，进行队伍正式开拔，马上展开为期8天深的徒步百年古香路进行旅程。经过所在将涵盖中华、云林甲嘉义等等三个县市，25个乡镇市，全程来回将近300公里。各界民意代表向妈祖上香禀报，中华南苗疆戊戌年徒步往本港进香活动正式展开。上香，祈求风调雨顺，各上香，祈求罗汉总神事大展利顶，大家合家平安。随后，搁点起起马炮。建庙伫清乾23年，西元1730年的彰化市南苗疆，主祀妈祖。为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每年前往本港进香的传统，是台湾史上第一个进香团，更曾经是台湾史上规模上大的进香活动，奉称作台湾进香团的鼻祖。伫今年再度伫信众的支持之下，24号早起正式起行。咱台湾进香团的开机完奏，也是咱台湾第一进香团中华南苗疆本港进香。今天就要来起驾进行到8天7暝用行到故乡路的这个活动。那么今年轮到咱的圣三妈、新三妈、老南妈。古早人讲一句话：大妈进香爱食鸡，二妈进香爱冤家，三妈进香爱聊天。所以今年咱的特色就是这个几万人背着妈祖婆绕过流水溪，完成咱历史的这个使命。那么咱保存上侪鼓励一个文化活动吼，也是咱的妈祖文化，包括咱的这个起驾前的王炉咱的这个换龙炮礼咱的回乡接头乡、接二乡、接三乡，每一个这个典礼拢保持着原汁原味的这个鼓励吼。所以讲咱遮的目标就是希望会当提升为国家无形文化资产，将咱台湾的妈祖文化上届传统的鼓励做一个上好的这个保存。魏院长表示，南苗疆三妈徒步本港进香是南苗疆传统的盛会，官府会协助南苗疆天上圣庙老三妈进香绕溪申请列入文化资产，让南苗疆相关单位来保存这项具有历史宗教意义的无形文化。咱嘛知影讲，彰化市南苗疆是咱全台湾妈祖挂香的这个开始，所以这经过这200-300年的这个演变所有的这个妈祖的供庙大家拢吼对咱南苗疆的这妈祖来祭拜挂香的这个信仰，彰化政府将这个南苗疆天上圣庙老三妈进香绕溪的这个活动吼，要来申请列入咱的文化的这个资产。嘛讲，唔盲讲咱南苗疆的这个单位会当吼来保存这么有意义的这个无形的文化资产。立法委员王惠美嘛专程陪同彰化妈起驾，嘛感谢有这么多信众陪同，让彰化妈会当发扬光大。今仔是咱这个南苗疆妈祖要来本港呢来进香的好日子，咱这个8天7夜这个过程中，会使讲充分吼，甲妈祖这种慈悲的精神沿路呢，和咱这个各国乡镇哦拢会使讲受到妈祖的这个庇佑，那会使讲哦，每一届这个活动哦，拢有这个真侪人共襄盛举。那这个今年呢是三妈出门，三妈呢爱聊开，这个部分呢更特别的这个有意义哦。那伫遮呢相信呢经过妈祖的这个保庇，那唔嘛讲甲咱的这个南苗疆的这个文化充分发展，嘛让妈祖的这个慈悲精神会使更加发扬光大吼。区市长表示，中华南苗疆妈祖徒步本港进香为期8天7暝，沿路经过25个乡镇市，大约300公里，今年参会人数相当多。进香多年以来，流传相当有名的俗语：大妈爱食鸡，二妈爱冤家，三妈爱聊天。今年进香活动是由南苗疆在妈会中的圣三妈会、新三妈会和老南妈会共同轮值主办。过去有俗语讲：三妈进香爱聊天，所以依照传统惯例，今年进香回程的时阵，将于3月29号暗时绕过流水溪。新中华新闻白明林彰化采访报道。